神健康促进会主办 OMG 全麦将心理服务中心赞助的香港精神健康促进杯足球赛2024啊。今日的嘉宾啊，香港立法会议员、医学界代表林哲元医生为我哋致开幕词嘅，有请 Dr. Lam。咁如果醫生係判斷佢係有個能力、行為能力、精神能力去作一個為自己將來治療嘅決定，咁佢簽咗嘅時候咧，呢份文件係有法律效果嘅啊。咁所以呢個框架而家係已經成為一條草案，呢條草案已經傾緊，咁相信下半年都會通過。咁所以上面嗰幾條法例咧，就係同大家喺工作上都會有關係。咁我知道大家咧而家都已經係嚇，已經該準備好曬開始打波，我就唔再花太多嘅時間阻住大家，將時間交翻俾司儀。將呢啲運動、社交呢啲咁好嘅元素咧，就傳出去啊！即係我呢個叫精神疫苗啊，將呢個精神疫苗咧就傳遞出去啊！就呢個精神疫苗啊，全遍萬家，咁啊多啲人咧踢波啊、做運動啊，唔好咁多人抑鬱呢度睇我哋啊！咁呢個係我哋嘅目的嚟嘅。三二一，好唔好？球員咧就預備好啦，已經喺邊度？兩場比賽將會同時進行嘅。好似港島西聯，好似咪第一年參賽有場嘛？請實。咁啊，蓄勢待發啦。好啦。咁正如頭先阿傑玲同埋請生講啦，咁我見到啲球員咧都真係年輕化咗啊！哇，單刀，哎呀，做球處接救咗佢。呢一下嘅突破都精彩啊！搞掂啦，係嘛咁波？哇！犀利犀利！見到睇青翠嶺啦，有冇啊？有冇？冇佢其實冇啊！青翠嶺就係1-0啦！好快啊！哇！開波都係嗰僅僅幾分鐘咗嚇，佢哋節奏都突擊一個突擊嚇。係啊！哎呀，其實中間有人係差少少掂到個波㗎。但係佢又未出界喎，撈到喎喺嗰邊嚇，搏球其次。哎呀！好緊啊！我都好緊張。冇錯啊！睇下有冇個缺口可以攻上去咧？有啊，喺右邊啊！美妙啊！真係啊，犀利！組織好靚啊，由中場開始策劃，去到右邊，跟住一下斬出嚟一個頭槌，好清脆啊嚇！呢個波靚啦，咁咧實際上落去啊，細佬都好快嘅。啊！亦都係呢個出場好幸運嘅，冇事喎，冇移位喎，加點先啦，咁快啊！睇先啦，舒馬，射得！哎呀，葉苗比賽打咗十幾屆啦，咁啊今屆咧兩個攞曬永恆嘅冠軍，所以咧就佢哋好夾得好熟嘅，同埋拉兩邊拉得開。你知個場比較細啲㗎啦，哇！呢個波爭啲又入埋，哦，終於入埋3-0啦，啊，遙遙領先啦，啊，咁就係即係有啲其實夾慣曬啦，所以咧就打得嚟比較暢順。默契好好啊，啲走位啊、傳波全部都好到位啊！你成日都話其實落後嘅情況底下，點樣將自己嘅心態調整，都真係我哋其中一個心理健康上要學習嘅技巧嚟啦。好啦，而家嗱又組織個攻勢，不過上半場啫，而家啊雖然係3-0，自己一個人扭啊，機會啦呢個，一路帶到去，我哋頂啊，其實佢都靚啊，呢個遠射嚇。考驗下捉中佢個龍門啊！得翻咧，好啦，扣過去，哎呀，好腳啦，有呢個位置，有個罰球啦，有個罰球，可以直接射喎，係咪咧？個距離應該，應該都冇乜事嘅，啊靚啊，哎呀，都到啊，射咁樣喎，但係就龍門就會收咗呢個波啦，啊，多謝佢哋啦，啊，就係香港華人足球裁判會啊。刀啊、空門啊嗰啲咧，點解會犯錯？就係嗰個壓力太大啊！即係對外隊唔係太多，所以佢哋嘅默契又冇咁好，同即係我哋嘅資源咧有啲分配，因為打成季波咧，始終大家習慣，即係去到邊度有時唔使睇嘅 no look pass 搞掂。啊咁又一腳埋啦，唉、哎，好彩就射出處出啫，好彩都係冷箭嚟嘅。夾翻個波翻嚟啊！哇哇，輸咗呢個波咧！真係哇！又射到啦，睇到。
頭先俾波咧，阿朗仔又踢入咗啊，而且啲波左腳好好，一個頭就俾到。咁中間有冇 upside 就而家講啦，即係球證喺旁邊睇到應該係後邊上嘅，冇舉旗嘅。不過我哋呢度就冇 VAR。彈翻出嚟咧，阿蕭仔咧，啊舊時都踢得好好啊。升啊，係叻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合曬，舉咗旗。哇，如果唔合曬，哎呀！好嘢！好嘢！出啦！過埋喎！扭入去！哎呀！哇！睇個單刀睇得唔得？歪咗！推入去，起腳，咦都有啲歪氣喎，龍門打波都刪到嘅，睇下立住。唔計，冇波落。不過位置就我不知道了咁樣一下手球傳到去咧，好快已經去到咧禁區嘅位置啦。又是右路啊，一下冷尖。哇！都啱啱好啊，救翻。聽到醫學會要傳波啊，不過咧就傳唔到啊，因為沖進會嘅球員其實都貼得好埋啊。呢下直接斬埋去，同埋見到即係促進會產生嘅球員咧，好快就算冇波在腳咧，其實好快就可以逼翻個波翻嚟，都冇乜空間俾到對方。即係你踢到個腎上腺素好高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投入，其實係唔記得咗。其實係友誼賽就會越嚟越認真，想攞波。身體接觸難避免嘅球賽。呢一下咧，跣低咗就連埋促進會嘅球員都跣埋。邊個電話？大家都係精神科醫生，會點樣呢？哇！中咗左柱啊！佢攞得盡得滯啊！真係犀利啊！睇而家呢個放，大家鬥快啦！而家呢個醫學會，有文幫佢先，咁啊傳翻後少少，跟住呢一個組織就放前一支箭，單對單係咪？啊，立翻過嚟有啲右路，哇！球證呢個龍門都好有身手啊！係啊，其實都射得好靚噶啦，好冷靜啊，其實。冇受傷啊！作出咗個換人調動嘅促進會。資料你都要即係失調下先。哇！呢下走位靚，冇原位嘅，左邊都有人接應噶。不過咧，不過波得快啊，佢都咁就時間嚟到完場啦。啊，走先嚇，呢個友誼賽啊！